上面下去找主播了。哎呀呀，差一点！ 有复活台，有吗？有没有人在打架？好奇怪！啊，我融化了。我去个厕所。好的。 可以十二点，要休息呢。你要休息。妈的，要休息。 我休息了。哦，好，晚安，洛比。他说他不想跟你玩。哦、我是那种，你不要这样，喂喂。很调皮耶、欸，你。真的皮。对，小屁孩。OK， 晚安，拜拜拜。嗯嗯。还七。还是嗯哼。他突然讲不出话。 我在喝饮料。是什么？对，超皮。有谁要玩啊？还有谁？